河南郑州为防止疫情爆发，社区实施封闭管理。有加拿大外籍教师主动做防疫义工，协助居民。郑州呢个屋苑门口，着住红背心、戴口罩、手拎住探热枪嘅 Micky 嚟自加拿大，喺当地一间学校做英文老师。疫情期间，佢主动加入居住屋苑嘅防疫义工队伍。每当有居民进入嘅时候 ，Micky 都用流利嘅中文提醒佢哋扫健康码、量体温，完成之后道谢。好了，谢谢。嗯，好。这我们是一家人在这，都是一家，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互相帮忙。41岁嘅 Micky 因为向往河南古老嘅中原文化，一年前同中国嘅太太嚟到郑州租住嗰个屋苑。佢认为呢度就系屋企，一口流利嘅中文系同结婚近20年嘅太太学，最近会讲几句河南方言，加上戴口罩、短头发，居民几乎认唔出佢系外国人。我也没想到会有外国人主动来，会帮我们共抗疫情，来分担一份责任，所以我觉得就是也挺感动的。其实我觉得中文挺好的，服务态度也挺好的。Micky 亦都主动接种国产新冠疫苗。发现中国会关注这个事儿，我知道会比较困难，但是我感觉是在这还是安全。Micky 话：作为喺中国生活嘅外国人，享受好多便利政策，因此喺疫情面前呼吁大家互相帮助。无线电视记者徐俊日报道。